是我们的巨型稻，一个超级稻和一个香稻，在浙江都没有种植过，那现在先放在我们三都这里试验，现在来看的是已经成功了。那到明年的话，我们就会开始大面积种植，包括和村民合作。村里呢成立一个这个合作社，我们跟他合作，我们出土地，他们出技术，这样呢我在我给我们村里呢肯定这个经济上面，村民这个收益上面肯定有一大好处。